女子800女双起跑了，这也是相当好看的一个项目。那上一届是沈佳妮拿下了冠军，上一届的前八名还有六位选手都顺利的挤进了此次的决赛。好小啊，那么你穿的是跑车。加油！我们彰化县县长也莅临会场了，来为选手加油！领先的就是彰化县王以轩，新北市的沈佳妮，宜兰县的沈杰安，新北市的王子林。Thank you.